就到佢，欢迎大家收睇《侧田有你》。哇！今日咧会同大家分享啲乜嘢咧？让我想想看，继续睇啊！今次会同大家分享啲乜嘢咧？就系今次咧，又系到咗我哋嘅 Top 10 Billboard Countdown Section。OK， 所以今次咧会同大家分享啲乜嘢咧？就系、是、Countdown 就系、是，因为我自己我心目中咧，因为我细细个都顾名思义，大家都知道我好中意睇电视剧啦。所以我其实对每一个国家嘅演员啦，男女演员我都有心目中嘅一个人选嘅，可以咁讲。咁接落嚟咧，我會同大家分享嘅呢一個，因為如果你哋有睇我嘅 channel 嘅話咧，你哋知道我係喺我上幾個影片入邊咧，我有同大家分享到我至愛嘅favorite 嘅之前講我至愛泰國嘅一個男演員咧。咁我諗到本地嘅咧係可能嗰時候嘅一個科技同埋咩嘢，其實我覺得好難玩到佢哋以前嗰啲片，都諗到。不如索性就同大家講新加坡，因為新加坡我幾時接觸到新加坡電視劇咧，就係、是、大概喺2000年嘅時候啦。嗰時候 Astro 嘅時候咧，我就已經有接觸到新加坡嘅電視劇啦。咁呢度咧，即係講喺上幾個影片係同大家講到泰國噶啦，咁呢一筆就同大家講新加坡噶啦。咁今次咧，我就會同大家分享我自己至愛嘅遊戲啊，即係講我至愛Top Ten 入邊咧，我至中意嘅新加坡嘅一個男演員。咁首先我會同大家分享邊一位男演員嘅作品咧，繼續睇下先。今次咧，我會從之前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呢個新加坡男演員係邊個咧，就係、是。李明顺啦，系啦，因为嗰时候咧，喺2000年，嗰一年左右咧，其实呢一个演员咧，其实佢系马来西亚演员嚟噶啦，所以佢就我可以讲系佢去到新加坡发展啦。咁佢嗰时候咧，其实佢同方文芳啦，同埋曾慧瑜啊，佢哋嗰时候都系好出名嘅。所以每一次咧，佢同方文芳咧就会。即是會導演都會揀佢哋做熒幕情侶噶啦，就講呢個現代嘅愛情片又揾佢兩個啦，咩古裝嘅又揾佢兩個啦，所以咧佢哋咧喺嗰一段時間咧係一直都以情侶嘅一個身份咧嚟同大家見面嘅，所以以下咧我就又同大家分享我點樣講啊，即講我對於李明顺。即係嗰時候我睇戲嘅時候，我係睇啲咩戲而認識到佢呢？以下我會同大家一齊分享，請大家一齊睇啊！多謝。시간이 되게 오래 걸리고 쉽게 만날 때가 되는 거야.
아이 강아지야 강아지 두 살이야 아직 以下咧就我同大家一齐分享李明叔嘅几部嘅呢个代表作啦，希望大家会中意啦。咁如果系话你哋都中意李明叔嘅其他嘅作品，你都可以留低你哋嘅留言咧，话俾我听你哋中意嘅，仲有其他嘅边一套剧 ？OK， 如果你哋中意嘅话咧，记得一定要 like， 一定要 comment， 一定要 share 呢一段影片 ，OK。然之后咧，如果你哋想知道我更加多嘅呢、这个content 嘅话咧，就一定要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侧田有你咧，然之后咧就一定要揿个叮叮，你就可以知道全部嘅 notification 啦。所以今摆同大家分享嘅呢一个影片就差唔多噶咯噃。咁至于下一段影片同大家分享啲咩咧，就一定要留守住我 channel 啦。咁我哋下一段影片再见噶咯噃 ，Goodbye， 再见喂。